台湾仔来啦！哎 ，Hello， 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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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坐哪里呢？啊，对啊，随便坐。你们想坐哪里？坐外面吗？那我们在外面坐吧。可以，随便坐，随便坐。我们有，我要六种，然后你们可以选。我们要一份的番茄蛋红鳝鱼，一份西洋菜，还有一份炒花甲。好了，这个是不是很像大鱼？所以你要餐盘很随意。对，有点像。啊？像吗？是，哇，你讲话的一模一样了。他是大宇弟弟，真的还假的？真的吧？大宇是你？对，我是他亲弟弟。小孙一个好眼神，对，一进来看就像了。你觉得他的手艺、这厨艺怎么样？我觉得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对，好。等一下对比一下。不用比，他绝对比我们好。他的笑容跟他哥哥一模一样，一样像。啊！花甲青红椒，全哥伴侣，花甲青红椒，全哥呢？全哥。咁啊，豬潤啊，搞得啱啱熟，好，睇你睇下，佢又唔會老。這個其實也挺好吃，我很有那個，好有童年回憶。俾個碟啊，唔該。西洋菜怎么煮啊？是不是要找全哥？对对对，这个西洋菜还没教我们怎么做。好。嗯，哎呀，谢谢你了。多几张。好。陈师傅，那厨房好像请教你的一个问题啊。那好，你们慢慢吃啊。好，谢谢。那个西洋菜，西洋菜啊，那消一锅水，把那个西洋菜，给点油，给点盐巴，给点糖，烫一下，再捞起来，放点姜丝，别的盖渣，别的盖饭。春哥，上菜。哎，英雄，我来。上菜。上菜。喂，你厨房嚟啊喂？你做廚房嘅喎，嚟啦，新鮮滾熱啦！哇，大曬！哇，滾！嚟，雀雀雞包。哎，謝謝。嚟，西洋菜，原味西洋菜湯。對。哇，你試一下湯，姜的味道之外，就加了一點什麼，不像鹽，但是鹹香。這個就比較香港味了，這個要港味。哪那么好吃给你了？好，谢谢。你不怕胆固醇哈？没有，吃完再算。有点辣，特别好吃。因为早知道我之前不吃东西了。你看我多聪明。好不好吃？哎呦，嗯，